这个正常手不要放在上面，就是照相的时候记得。这样就好。我们现在正在往前走，是他们生活的区域。生活。其实我们马丘比丘上面在这里生活的大部分人都生活在我们现在正前侧的一些区域里面，包括说我们前侧的这一片区域，好吧，这些都是建筑。这前面是这里的生产部门，就当时从事生产的加工生产的部门，其实里面生活都是大部分祭司也生活在这儿，不是什么印加王室成员的仆人，而是祭司掌握知识。虽然很多都是什么呀，把周围四周的这些基点里的这些农作物都收集在一起以后呢，是在前面我们这一片这种区域进行生产加工的。他把什么呀，把土豆我们走到后面能看到一块平地，是专门晒去那些农作物的地方。土豆踩碎了以后，在阳光下暴晒，直至它变成干粉、淀粉球，变成完全脱水处理以后，会全部放在我们的入口。当然了，最中间那块石头啊，那个石头呢，现在是个石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里面放着呢。大家要是有兴趣，做大型祭祀活动的地方。说白了，我们这个平台其实现在所属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不允许啊，前面那个工作人员看着我们。其实我们在这如果拍手的话，是能听到非常多的回响的。这也是一个回音壁的结构，大家其实仔细看，就对面所有这种直角形的边，它是拢音的。所以当我们这里呢，其实如果有一个非常尖锐的声响，在一声时候，它会来回传，至少能传个一秒钟左右啊。北一。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啪，就是它有个一秒钟左右的一个回声的时间。那个是华纳比丘山的入口，每天早十点之前必须从那个入口进往里边，每天只限400个游客，包括工作人员。夏至那天会单独来到这个位置上，在这儿做一个祭祀活动。为什么？这里后面这个其实这块石壁，今天后面都是云和雾，其实它是整个跟后面的山形是完全对应的。我在做祭祀，他们假装，而且一定要双手放在上面。其实，在因为有很多疫情的原因，有很多灵修的，特别台湾的。这是伊利鲁在做祭祀。其实印加时期是怎么样，放一块小的布这么大点儿，然后把丰收的东西呢土豆放在上面以后呢，想个月一开始有个小仪式，一帮妈妈这一帮这个当地的祭司在上面跳舞。
家十一那个日月正都是一个羊驼的形状，一块石头，然后呢上面有两个凹槽。这两块巨石不是被搬到这儿了，它是山体的一部分，然后只是我们在山体的看下面这里为什么要神经讲就在这儿呢，头看到吗，三角形的那个这边是山体的一部分，是它的鹰头，下面是鹰嘴，鹰的喙，祭祀活动过程会一直做到什么呀，当地的安第斯那个鹰会落下来，被那些祭祖吸引过来，落下来以后又飞走了，祭祀活动结束了，因为说这些人已经被天上的鹰神给带走了。Thank you.